请问那个老虎狮子是在哪一边呢？往对，有在过去往下走，对，嗯，好。现在凉凉的，可能比较会出来。哦，哎，喜欢看要赶快下去。哦哦，对。那大天天不怕下雨？哎，他们，他其实他爸爸很怕。这是小孩子。这小孩子不怕，他爸爸很怕，就躲在门口呢。啊，大哥都躲在里面。他不喜欢湿湿的啦，他的个性要不喜欢。他另外那个母猩猩也很喜欢。小孩子爱玩。对，就只有他爸爸不喜欢。这都在台湾生的哦。对，还不错。这一只3岁3个月，哦，超会玩的。嗯。你们在边啊，紧了，你慢到干嘛？哎呦，哇，被他拿下来了。嗯，对。看起来还我有要他们是哪一个存在粉底？
他会剪一个树根，他会不会留着？妈妈剪一个树。他们还没跟他们。